们问那上天的老板。老板，请问这个项链哪里求的？多少钱？这个项链是从泰国，价钱35万吨，你可以试试戴。老板，你看漂亮吗？很适合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板，你你可以给我50万吨吗？已经很骗你了。好了，我算给你70万8，你要买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，你买八万的。可以，给我钱。好吧，老板，我卖那个项链吧，这个你钱。这个你的项链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